Hi, this is Arsenal Fan TV. 那我们现在继续刚才访问哦。那听说你是 Walker 的球迷，今天感觉他没有出场，但是他也是在旁边练习，怎么样的感觉？感觉很好。然后因为从2006年开始，然后那时候沃尔科特很年轻就入选了那英格兰的国家队，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前途的球员，然后但是今天没有上场的话，说实在有一点点小小的遗憾。那你是支持谁的呢？最主要？其实我很喜欢博多尔斯基，但是他今天没有上场，因为我一直觉得博多尔斯基的球风就是我很喜欢他出球的力量之类的，特别喜欢他射门那种感觉嘛。但是因为教授一直把他按到替补席上，作为最强替补来上来，你想上场比赛，他一上场9分钟之内就帮阿森纳反超了进球，然后我蛮中意他的。其实卡索拉也不错。那他上一场欧联，你应该很开心吧？他进球了。对，我可以很开心啊，因为这个效果太奇特了呀！换上场没多久，然后就打进球了，然后就帮阿森纳一下子反超拿到3分，可以说真的很强，最强替补。好，那谢谢各位，我们再见吧。